在我就是在前往这个奥斯维辛的路上，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，但是跟着前面那一伙人走。这面是圣诞节，今天这个人呢特别特别少，几乎是没有人，而且还很冷。这面真是很荒凉啊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个位置应该。这边是来时的风景。